巴黎奥运已经结束啊，咱台湾的选手包含吴欣刚摕金牌，林旭廷今仔日拢登来到台湾。总统赖清德也指示空军派三架 F-16 B 战机陪伴因的飞行机做飞杯，机场呢也用水门礼来致敬。伫桃园机场来接机的支持者是叉叉叉，林旭廷是感谢大家一个教练的支持，和世界看见个台湾。另外，行政院也宣布讲，会恢复去年世锦赛取消的铜牌奖励，发国光奖章，一个奖金900,000。飞行机就要到台湾国门，边啊有三架 F-16B 的战机在空中盘飞，欢迎咱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。这届奥运结束，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，创队史第二好的成绩。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廷等真侪国手做伙回来。飞行机一到天机坪，托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。机场内底有几百名将来接机，甲现场客甲擦擦擦，国手一直会手递以签名翕相，做啥物拢配合。林旭廷一看到妈妈，两个人就揽甲真暗。伊感谢大家对这样个所在来，一路替国手来学演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让我这个成绩，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。谢谢林玉婷的坚持，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画下完美的句点，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。对方叫做台湾查某囝，林旭廷讲，伊真光荣会当得到这个称号，不过肩胛头嘛必须要承担更加侪责任。林旭廷未来除了做教育部反霸凌大赛，嘛是文化大学体育系的专任助理教授，传授宝贵的技术谈经验。我们很希望透过玉婷和文化大学的合作，我们共同来为我们国家的拳击能够有更多的发挥。本来林旭廷到台湾了后，要登记伊毕业的英国工商第一，但是因为目睭无爽快，加上阁真忝，时差未调转来，先登记厝休困，妈妈代替伊来感谢师兄的支持。林玉婷，英歌之女。他说，他很坚强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安排他可能就是最喜欢的早餐。我们以前永远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是达成了，那也让其他的选手有一个目标。去年无胜过的世锦赛，林旭廷和国际群众以性别生化指数无正常取消奖牌，所以来行政院会恢复迄当阵红取消的铜牌奖励，发给旭廷国光奖章含900,000的奖金。8月16日，赖总统会接见咱的巴黎奥运选手，而且举行英雄 party， 所以来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，让国人会当看到英雄的风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